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岁月藏经，各领风骚。超世界纪录1332次，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育舞台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重要力量。徐海峰在获得奥运金牌领奖时所穿的领奖服。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夏季奥运会上，徐海峰旗开得胜，拿下了本届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。全世界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奥运赛场上高高升起。体育宛如时间长河中的激流，波澜壮阔，生生不息。生活熊熊燃起，奖牌见证荣耀与梦想，体育瑰宝，荣誉殿堂，体坛佳话，风发意气。体育追求卓越，自强不息。舍铸造传奇，体育越人越己，有泪水，也有委屈，火炬点燃光荣与梦想，火炬传承体育的信仰，火炬凝聚人类的力量。奥林匹克精神，用火炬连接世界，连接我和你。是曾经的火炬手，这一刻收藏着生命的荣光，鲜活的故事再塑传奇。在地球，在中国，我们在一起雕刻时光。点燃心中的火炬。北京从2019迈向2022。爱运动，好体质，领跑新时代。体育珍藏，国宝记忆。